一、二、三，再来一张。一、二、三。我刚要给你打电话呢，我跟胡总一起来的。老秦，这位就是你经常挂在嘴边的朋友吧？这位就是品上最优秀的设计师不染。胡总你好。你好，不小姐。小秦昨天很着急的跟我联系，让我一定要帮帮你。你这个男朋友可真到位啊，为女朋友考虑这么周到。女朋友？胡总，这位是品上的总裁陆总。哎呦，陆总好。你好。陆总和女朋友也是郎才女貌，这般配得很吗？这位是我的。胡总这边请，我们上去聊。好好好。没吃早餐吧？是陆买的。走吧。跟胡总真是一见如故，感谢你在古巷改建上的支持。哎，陆总客气了，我这些老木匠没地方堆，你能变废为宝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再说我和小琴是好朋友，小琴和不忍也是好朋友，就凭这条深厚友情线，我怎么也得支持支持咱们了不起的工程吧。胡总，陆总，今天聊得这么开心，我给大家合个影吧。哎，好啊。不然让秦寻来拍照，你过来一起合影。哎，要不咱们找个人给咱们四个人拍一张。好，我去找人。哎呀，不然真是好姑娘，喜欢就追。不行，让陆总帮帮忙。啊，胡总，哎，陆总，咱们来这边。哎，这边。哎，你是姑娘，你应该站到我们中间啊。不太合适，胡总。合适，来来来吧，你来中间。哎，你来这边。好，大家看镜头啊，一二三，再来一张。好，诸位留步，咱们开工再见。开工再见，留步留步。胡总，胡总再见，拜拜。厉害啊你，帮我搞定了收藏大咖。这胡总一看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也太好说话了。我什么时候给你打过白条啊？今天心情比昨天好一些了吧？嗯。下班之后带你搓一刀。有了胡总，材料供应方面有了保障。今天我请客做东。不用啦，陆总吃的东西一般都应该比较高大上吧。我跟不染习惯了烟火气。不染，你跟陆总说一下我们的大餐是什么。扇贝生蚝各半打，烤鱼一条，羊肉串里鸡肉串各20。不染不爱吃蔬菜，所以呢韭菜、青椒、烤土豆片各3串，一般都是我二他一。主食烤馒头2个，饮料酸梅汤1扎，状态好的话桌青再添13箱小龙虾。哎，不过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份，那陆总来了应该要另外点吧，光是想想就流口水了。不过得等我忙完这2天，等把项目理顺了，我才能心无旁骛的大吃特吃。没关系啊，咱俩随时都能约呗，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食材搬到工地上亲自给你烤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